兰花，我要跟他比一比。 干什么呀？你敢不敢跟我们班二蛋比赛？你什么？你看谁怕呀？我们又不跟你打架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们给你三根铅笔。你说话算数，算数。别说三根铅笔，就是五根铅笔都行。听见没有？五根铅笔呢。哎，福生，如果你输了，你给二蛋什么东西？你带钱了没？如果你输了，掏一块钱。拉钩。
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咱会，咱们二蛋加油！吴玉，接着衣服。让他一把，把枪毙给他，再跑一次，不会再跑一次，我还得给我弟抓药去呢，再跑一次，你要赢了再给你五高钱比，比就比。这回这希望小学的事儿，你可得好好帮帮我，让给我，我到时候好好谢谢你啊。刘才哥，嗯，这个盖希望小学不是个小事儿啊，我怎么也得跟村里商量一下吧。商量什么？咱们哥俩定了不就完了吗？商量？嗯，那能。咱们虽然是一村之长，但是你总得给村里有个交代吧。你小子可别给我使花活啊。哎，刘才哥啊，再说了。你那儿的条件呢？你比我清楚。就一间小教室，九个学生。哎，一间小教室那就不是学校了啊？九个学生就不能上学了？不不不，你看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盖学校是为孩子好吧，对吧？咱们就选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地方，学生素质比较高的地方建个学校。你这句话就不对了啊！我的学生素质之差，我没看出我的学生素质比你的学生差到哪儿去。哎，刘才哥，你要是说素质的话，我说你拿什么跟我那儿学生比素质？我有什么不能跟你比素质的？哎，我们两个学生去年考到了县重点中学，对吧？哎，何院长的姑娘考到的是财经学院，这你是知道的。这是学习方面，体育方面，那二代那去县里头一跑，那一千米就是第一名，这哪方面你能跟我比啊？你也好意思说？哎，能不能不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？何伟亮的闺女是从你们村考上大学的吗？那咋不是？你好意思你？人家何伟亮在县里打工，他闺女二年级的时候就被何伟亮带到县里上学去了。那他一年级的时候，那也是在我这儿打的底子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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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希望小学那是国家的扶贫项目，你懂不懂？啊，你们榆树沟村是两年前就脱贫了，我们石头村到现在还是国家级的贫困村呢。这希望小学建在我们村，那是理所应当的。没事的时候，你也学习学习那中央文件啊，别一件好事就往上上，争什么争啊？争了也没用。不才，你拍拍胸脯想一想，这几年的扶贫项目，我让的你还少吗？这回咱们是盖学校，又不单单是扶贫项目，你别拿中央文件吓唬我，想蒙我没那么容易。我告诉你，这次盖学校，我争定了。蒙你？谁蒙你了？是，你让过我。那是你风格高啊，这回你也发扬发扬风格，把希望小学的事儿也让给我，我好到乡长那去表扬你去。哼，你这种人没法跟你论理。福生啊，进城了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把车修好了，我捎你回去。福生啊，买药去了这是哈。嗯。你弟弟的病怎么样了？吃了中药，腿就不疼了。怎么一下子买这么多铅笔啊？这
不是买的，是我和艺术哥在二蛋跑步比赛赢的。行啊，爷们儿，一回能赢这么多铅笔。福生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铅笔是赢的？这铅笔是赢玉树沟二蛋的吗？啊？跑步赢了这么多铅笔？我赢了他两次。福生啊，你能不能保证回回都赢他？你要是能保证的话，你赢他一次，我就给你买十支铅笔，都是带橡皮的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，叔还能骗你？能不能？上车。喂，二毛，我是你有才哥，你不是说你们村那二蛋在县里跑了第一吗？干脆，我让我们村也出个孩子，让他们俩比一比，谁要是第一的话呢，这希望小学就建在哪个村。盖学校是给孩子们盖，孩子们自己竞争，这不是很公平吗？有才哥，既然你提出让二蛋和福生比赛定输赢，那咱们得先定个协议，白纸黑字写在纸上，免得咱们以后啊……什么协议不协议的？你还怕我不认账啊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那好，就定在明天比吧。你选个地方，什么地方都行啊。哎，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都快点！没紧没慢，快！福生，福生，别吃了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李老师，你也过来吃吧。不用了，我跟孩子们一起吃就行了。福生，来吃肉，多吃点肉。你呀，只有吃肉，吃的越多，这劲儿越大，越有劲儿呢，跑的才快，知道吧？今天你怎么地，也得把那小子给赢了，啊！非要让那个赵二毛知道知道，马王爷三只眼什么样。慢慢吃，争取把这些都吃了啊。嗯。村长，别让福生吃太多了，吃撑着反而影响他的比赛速度。对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来，孩子们，吃肉，把这些肉都吃了啊！爸，我也想去那边吃。你坐那块吃得了你。李老师，你也吃两块肉啊。福生，李老师说的也对，你现在吃这么饱，等会儿就没劲儿跑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就吃个八分饱，等着你把那二蛋赢了。晚上咱还到这馆子来，让你饱饱的吃一顿，行不？嗯。来来，孩子们，又来肉了，拼命吃肉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吃肉可是吃肉。等会儿福生比赛的时候，你们要给我拼命的喊，拼命的鼓掌，听没听？听见了，大点声喊。听见了。哎，我能给我妈买灯泡去吗？买什么灯泡？买灯泡？马上就要比赛了。比完赛再买，一会儿给你买鞋去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行，哎，孩子们，吃好没有？吃好赶紧走去买鞋去了啊！哎，把鞋脱了。这脚怎么这么臭？看，这新鞋咋样？
有点大。大怕什么？你这脚长得快，几天就穿合适了，啊？老板，多少钱？十块钱。十块钱这么贵？这要是过去的话，也就两三块钱。哎，福生，你赶紧把鞋带系上，就穿这双新的就行了，啊。来。福生，今天一定赢，啊，一定得赢他，知道吧？咱得把这希望小学争到手。你看，叔把这铅笔都给你买了，只要你赢了他，这铅笔就是你的，全是带橡皮的，看着吗？再喝一杯，再拿一杯。不喝了，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拿着。二蛋，好好跑。好好跑啊！哎哎，郭秘书啊。这郝乡长咋还不来啊？来，郝乡长说他来啊。那十一点了都。那我问。行啊。咋说的？要不咱们先开始吧。郝乡长在路上遇见了建委的刘局长啊，俩人有事儿又回去了。郝乡长说让咱们先开始，他一忙完就回。那咱们先开始。开始开始。那这样，郭秘书，你代表乡里先讲两句。我就不讲了，你讲。我讲。嗯，那咱们就开始。开始开始。我讲两句。好，讲。啊，今天石富村和榆顺郭两个学校组织的比赛得到了乡里的大力支持。这个比赛嘛，我们是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目的是加强孩子们的体育锻炼。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身体啊，将来才能更好的学习，为我们打小康发家致富做准备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吧？对啊。那这样，下面有请我们石头村的王村长给我们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。来，欢迎一下。该说的你都说了，我还说什么？咱是骡子是马，拉出六就是了。那行啊。那我宣布，我们比赛开始，有请这个福生和二蛋上场。二蛋，我上。停。郭秘书，今天的比赛不能算数。王村长，这话是怎么说的呢？这事儿不是你跟赵村长都商量好了吗？怎么说不算就不算了？这不是说不算就不算的事儿。你想，这比赛是不是得讲究公平竞争啊？啊，我们那些孩子一大早就坐车跑了几十里的山路，连早饭都没吃，到这块儿啊，本来是想等乡长到了以后再比。孩子们可以休息休息，你再看那赵二毛，他张嘴就说马上就比，这孩子连休息都没休息。比赛开始不是赵村长说的，
是我同意的开始比赛。哎呦，我说王有才，你不能不认账。这怎么能说是我不认账呢？王有才，王有才，你啥意思？你啥意思啊？哎，比赛可是你打电话亲自跟我说的啊，比赛定输赢，咱们电话里头敲定的。现在你输了，你不认账了是吧？谁跟你电话里敲定的？啊？哎，谁跟你电话里敲定的？你能拿出凭证来吗？你给我打的电话，我拿什么凭证啊？啊！现在你输了，你就不讲理了？我什么不公平了？什么怎么不公平了？哎，我怎么输的？你自己拍拍良心想一想，我是怎么输的？你怎么输的啊？这是公平竞争吗？我孩子走了那么远的山路，对吧？你不是不清楚，几十里的山路，在路上逛逛当当的都晕了车了，到这连休息都不让休息。你就说比赛，你连乡长你都不得。我说你咋这么多歪理呢？啊，那比赛之前你咋不说呢？你现在输了是吧？比不过你后悔了，你不认账了是不是？你咋这么不讲理呢你？你这怎么是不讲理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有理走遍天下无理。这我不跟你这乱七八糟。郭秘书啊，从开始到现在您可一直在这儿是吧？啊，谁输谁赢你看到眼里，你得给我做主。你们俩呀，谁都别吵了，这事儿也好办，等好乡长来，让好乡长给你们评这个理儿。对对，我给你们做不了主。行，好乡长他来了也是我赢对吧？我赢他有个输赢。哎，你怎么总在说你赢啊？啊，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？郭秘书刚才已经说了，等好乡长来了再评这个理。你看看你眼里还有没有郭秘书了？我说王有才啊，你这个弯转的也太大了吧？啊，马上就把我转成没理了对吧？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。啊，我告诉你王有才，不管今天谁来也是我赢。得，别吵了，好乡长来了。好乡长来了啊。王有才，哎，你好乡长。你好，哎，好乡长。哎，好乡长，好乡长。你看哈，这比赛是不是得公平竞争？要是不公平的话能不能算数？应该公平竞争啊，不公平不能算数。郝县长，你不要听他胡搅蛮缠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两个孩子比赛，这个我赢了他输了他就不认账。什么不认账啊？郝县长，哎，行了，你们一个一个事儿说清楚，吵什么啊？能吵出什么结果？那行，郝县长我先说啊。凭什么你先说呀？啊，凭什么你先说呀？比赛你先说，现在向乡长汇报又是你先说。你先说，我看你能耍出什么花花肠子来。你说。王有才，你先说啊，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。郝乡长，是这么回事。嗯嗯，本来说好两个孩子比赛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的孩子一大早就坐车走了几十里的山路，连早饭都没吃啊，晕晕乎乎的到了这个地方来，本来是想等你来了以后再比，孩子们可以休息休息，可是这哎，赵二毛，你让人家把话说完你再插嘴好不好？啊，郝乡长，这赵二毛啊，说比就比，连等你他都不等你，你说这不是有花花肠吗？啊，他心里不是有鬼吗？这能算是公平竞争吗？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你说完了吗？我说你能不能说点真话？郝县长，你不要听他胡搅蛮缠，他说的都是编的，不信你问一下郭秘书啊，是郭秘书让我们开始的。赵村长，是你先问的我才同意开始比赛的，我要不是看你急了，那我能不等郝乡长吗？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再赛一次。再一次啊？啊，好，再赛一次好。赛就赛，赛十次你也是个输。那不见得。来比。乡长，今天太晚了，你还没吃饭呢，要不咱改日吧？时间你们俩商量着定，啊。那下星期赛场上见。我等着你。孩子们，上车上车上车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福生呢？刚才在这儿呢。
小伙子，想买鞋啊？这可是一双好鞋，耐克牌的，穿上它特别舒服。耐克？嗯。多少钱啊？你要想要，便宜卖给你，300块钱。对，这可是名牌，穿上它，它会带你跑的。耐克。李老师，你知道耐克吗？是啊，这个就是耐克的标志。李老师，你知道耐克鞋吗？是啊，美国的篮球明星乔丹啊，还有短跑名将刘易斯就是穿这些比赛的。李老师，是不是穿上耐克牌的跑鞋就会跑得很快？对啊。我想买双新鞋。你不穿一双新鞋吗？我想买双跑鞋。穿什么鞋不能跑？我想买双耐克牌的跑鞋。多少钱？300块钱。等你爸回来，跟你爸说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今天这把大伙召集起来啊，主要是说一件大事儿。你看看咱们村现在啊，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轻的都哪儿去了？啊，都出去打工去了。为啥出去啊？不就是怕咱们村穷吗？自打这志愿者李老师啊来咱们村以后，我才找到这穷根儿。咱不是没地打不出粮食，是因为没文化。现在有文化的在城里一个月能拿好几千块钱，你再看咱村的人啊，男的给人当小工，女的给人当保姆，顶多拿个300-500块钱。这些年咱说心里话，这国家对咱没少帮助，可是公益机不能公百宝啊。啊，这次要想真正的脱贫致富，那咱就得把这希望小学争到手。我跟榆树沟的那个张二毛村长啊已经商量好了，只要是咱们村的福生能赢过他们村的二蛋跑步，那这希望小学就建在咱村。这事儿连乡长都知道了，福生这孩子跑得快，就是这身体跟人的孩子比啊差一点。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条件差，这些年攒点钱都给他弟弟买药治病了。从今年起啊，咱每家每户，也包括我们家，谁家要是做个肉、杀个鸡，就叫着福生，
不就是多双筷子吗？是不是啊？等着，咱这希望小学建成了，孩子们都有了文化，那你们说，咱还怕不能脱贫致富吗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村长来了，这怎么刚吃饭啊？一块吃点吧。我吃过了。坐这儿。坐这儿，坐这儿。村长说。哎，这小子还挺能吃。这孩子病怎么样了，嫂子？这回吃了这几副中药，好多了，不怎么疼了。啊，我打听过了，这孩子这病啊，还真能治，只要坚持吃药就行。这几年攒的这点钱，全给孩子抓了药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呢。那你愁什么？将来等咱村脱了贫，治了富。咱带着孩子进省城大医院去看去，那感情好了。跟你们两口子说一声啊，打今儿起让福生天天中午到我那儿去吃去。这不，还有一个礼拜，福生就跟榆树沟的那个二蛋啊比赛跑了。这孩子你看他蔫了吧唧的，性子倔，跑得快，就是身子骨跟人家孩子比差了一点。这两天到我那儿，我好好给他加强加强营养。不给村长添麻烦了，就加吃吧。这添什么麻烦啊？我现在的生活条件不是比你强点吗？再说了，福生也是给咱村争荣誉啊。这小子现在肩上担子重着呢，他要是赢了二蛋，那这希望小学就建在咱村。有了希望小学，那还愁这脱贫致富的事儿吗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我走了啊，不再坐会儿了。村长说再见。哎，村长慢走。哥，咱们村要盖小学吗？福生，嗯，你上次真的赢了二蛋两次？那当然。你怎样赢的他？多吃点肉，吃东西跟个小姑娘似的，多吃，往嘴里塞。嗯，英子，等你福生哥吃完了。你跟你妈一块儿吃啊。叔长，我问你，你跟叔说实话，你真的把榆树沟那二蛋赢了两次啊？来，吃肉。叔知道你不是个撒谎的孩子啊，吃吧。福生，待会儿抱点草喂点羊啊。
现在三四年级的同学先默读课文《草》。报告，进来。福生怎么又迟到了？下次注意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换一双。老朱，今儿这羊这什么价儿？黄师傅啊，哎，你看这个儿，少320块，我不卖。这羊骨，哎呦，我正说话呢，你去。这羊啊，骨架子挺大，没肉。这羊至少有60斤，不能没肉。我这儿正说话，你走吧啊。老柯，你说你给这羊里灌了多少盐水？这方师傅，这买卖成不成是小事，你不能坏了我的名声啊。你别生气。好。再让你5块钱，要是成啊，你就拉走。好，成交啊！哎，这是315块钱啊！啊，你拉上羊。哎，哎，老王，我才挣你10块钱。你呀，这羊我跟你说，顶多280块钱收的，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啊？走了啊！卖着呢，啊，哎，买，别闹，活不了多久了，哎，人呢？啊，买回来了。
叔叔，你买羊不？买羊？哎，你这羊多少钱啊？三百。三百？哼，这么小个羊，你卖三百，这吃了葱干什么？你别看那骨头架子小，它肉可多了。你这羊太贵，我呀，不买了。叔叔，你买吧。不过呢，倒可以商量一下。就你这只羊吧，也就是三个斤重，按四块钱收购啊，也就是120块钱。你说什么卖300块钱？叔叔，必须卖300块钱。什么叫必须卖300块钱啊？你这孩子挺较真儿，我跟你说过了啊，也只能卖120块钱。你要是卖，我马上就买，省得你啊往家签啊。叔叔，我得卖300块钱。不是你这孩子还挺倔啊！这羊我不买啊！哎，叔叔你买吧。你别拽我！哎，我你我你说你买吧。我这儿啊。不是这小子太倔，你们问他吧。哎，是你啊？哎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卖羊买跑鞋对不对？那你能告诉我买跑鞋为什么？三哥，哎，福生呢？怎么没过去吃饭？放羊去了吧？你们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？不就是吃个饭吗？能怎么的？没说什么呀。没说什么，这都几点了？12点多了还没过去呢。回来了，让他赶紧过去啊！哎。清谷天，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。李老师，富生没来吗？没有啊，他早上就没来上课。哎，那这孩子能去哪儿呢？明亮，你看着富生没有？没有。那行，那你们上课。老马，福生回来了吗？没有啊。没去你这儿啊？那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？你说说你们这两口子啊，孩子去哪儿都不知道，有你们这么当爹当妈的吗？那福生自己长的腿，我也不能天天跟着他呀，
我这活还干不完呢。谁让你天天跟着他了？那孩子出去总得问一声吗？东东，你知道你哥去哪儿了吗？你们这两口子可真行哈，孩子丢了也不着急，赶紧去找啊！这羊没卖出去啊！哎，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买跑鞋吗？哎，这样吧，这鞋我给你留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，你到我那去拿鞋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，我给你留着。哎，你家在哪住啊？山那边的石头村。哦，那真够远，你能拉羊赶回家吗？哎。我等你啊。臭小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孩子，你去哪儿了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让全村人替你照顾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行了，孩子跑一天你也不管，现在想起教育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吃饭了吗？走吧，赶紧给孩子弄点吃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一个礼拜之内你不能动孩子一个指头。行了行了，都回去了。慢走啊，让大家费心了。小兔崽子，看我以后收拾你。福生，福生，你出来一下。找我干嘛？依依他爸找你一天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乡里卖羊了。卖羊？卖羊干什么？我想买鞋，买和二蛋脚上穿的一模一样的跑鞋。你的羊卖了吗？看什么看？不去上学啊？啊！明亮，你快去，跑一趟，到福生那儿，跟福生说让晚上过来吃羊肉。进来。
吃肉，多吃啊！你也吃。福生啊，这回你要是赢了二蛋，那你可就是咱村的功臣了。等你长大了，我就把英子给你当媳妇儿，啊！等着，咱把希望小学这工程争到了手，盖起了新学校，叔叔就给你带一个大红花，啊！这后天就要比赛了，这次比赛跟上回可不一样，你必须得赢，不能输，知道吧？你不是说你赢了二蛋两次吗？还赢了十根铅笔。叔叔不是不信任，叔叔是没亲眼见。这回啊，你要当着众人的面，给叔叔这脸上也争争光，啊！将来叔叔进乡里去的时候，那腰杆也能挺得直直的。那二蛋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跑个第一，你要是把他赢了。你们的工资一定会给你们的啊！这不，大老板这两天出差了，我这兜里也没多少钱，再等两天，等两天行不行？不行，三个月了，一分钱都没给我们，今天再不给我们钱，我们不干了。我说小六子，你真的不想干了啊？差你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啊？明天结账走人！你吓唬我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姨父，还有谁？谁不想干的提出来。明天结账，我就不相信这地方缺了什么，还缺了个人。姨父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不想干的，明天到我这儿来结账，走人。想干活的，现在马上去干活去。姨父，姨父，干什么？我想搬石头挣钱。搬石头挣钱可以，但是现在付不了工钱。姨父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想搬石头挣钱？赶快回家去，这活是你干的，你瞎胡闹呢。哎，秀伟，哎，我说秀伟，这两天注意点，我碰见那些调皮捣蛋，你告诉他，想干就干，不想干滚蛋，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他们了。姨父，我想搬石头挣钱。喂，你还没走啊？这有什么好玩的啊？你是挣什么钱？这钱是你挣的，赶快回家去！就瞎闹。姨父。哎，你先忙着。我说虎生啊，不好好学习，你满脑子想着挣钱挣钱，这钱是你挣的，啊？赶快回家。哎，你挣钱干什么？这位东东又没钱抓药了啊！行，我这身上就有80块钱，来，你快拿上，以后别来这儿了，这太危险啊！回家吧。找你有事儿，跟我来。三千买的大一的第二件是15块1码。哎，福生来了，把钱拿出来吧。
们干嘛呀？这是给你买鞋的钱。我瑞，你拿着吧，给你拿着吧，对吧？给你。醒醒！哎，快起来，坐这儿干什么呀？师傅。哎。哦，你是来买跑鞋的。嗯？那你这大半夜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叔叔，我的钱不够，我想租跑鞋。租跑鞋？就租一天。我看看，你带多少钱？116。嗯，走，跟我进去，咱俩商量商量，好吗？来，进来吧。坐。肚子饿了吧？正好我这有吃的。来，吃吧。我不吃。吃吧。哎，你能告诉我，你买跑鞋是为什么呀？我想赢二蛋。赢二蛋？干嘛要赢他？哈哈，还保密啊？啊，行，就冲你这副韧劲儿，这鞋我租给你了。不过不是一天，是一个月，怎么样？叔叔，我就穿一天。一个月就这么定了，我给你拿鞋啊。
你还别说，这鞋就给你留下了，来试一试，看合适吧。起来走两步。嘿，这鞋呀、啊，穿在你脚上再合适不过。怎么样，很棒吧？哎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叔叔，谢谢你。小烟雾，路上小心点啊！知道了。咱们就商量的什么时候动工吧。行啊，赵二宝，没想到你还会这一手，你还会阳奉阴违了。我说你说话客气点啊。客气点，你让我怎么跟你客气啊？你让我怎么跟你客气？咱们都说好了明天就要比赛了，现在说不比就不比了，这希望小学还搬到你们村去了，这不是你搞的鬼，谁搞的鬼？我说你把话说清楚，那学校盖到我们村是我能决定说了算的吗？再说了，比赛怎么了？你上次非要比赛，比赛比啊，比呀、啊，比了你输了，你还不是不算数吗？怎么不算数？那是我不算数的事吗？啊，那是不公平的竞争。我什么不温和？你就简直就不讲理，没有文化啊！你有文化，我没见过你有文化的。行了，怎么见面就吵呢？坐下。这件事儿，乡政府已经全面考察过了，看来这所学校建在榆树沟比较合理。原因很简单，你们村的地理条件不行啊，到处都是山洼洼。榆树沟的地理条件要比你们村好得多。你也别着急，你们村的情况乡政府有考虑。现在你们村很贫穷啊，但是再穷，孩子们上学的事情不能误。考虑到孩子们上学路远，他们可以到榆树沟来寄宿啊。乡政府每个月给每个孩子补助100元钱，所有的学杂费全免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你们还吵什么呀？啊，乡长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定了。坐好，坐好，在哪儿坐着的？进去，坐那儿。原定的明天福生和二丹的比赛啊，现在情况有点变化，不比了。
乡里面决定，这希望小学建在榆树沟了。乡里面说，榆树沟地方大，学生多。咱石头村呢，地方小，人少。我想了一下，这希望小学建在榆树沟啊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你们上学虽然路远点，可是咱们可以住在榆树沟，人家管你们睡觉的事儿。经过我争取和乡里同意，乡里决定啊，给你们免去学杂费，和每人每月补助100块钱。哼，这也是好事啊，你们就好好学吧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啊，李老师。李老师啊，这乡里拨了800块钱，是专门给孩子们买校服的。这两天你抽个空到县里去一趟。行。把这校服给孩子们一人买上一套。要买的话就买那好一点的。等咱孩子到榆树沟去上学的时候也能漂漂亮亮的。对。乡长也是这意思啊。王叔，哎，还想跟二蛋比赛。我能赢他，你看我把跑鞋都租回来了。你这孩子，昨天王叔不是说了吗，这小学建在榆树沟了，是乡里决定的。那你还比什么赛啊？快回去吧啊，等着小学盖成了，你跟明亮还有英英一块儿去上学啊。快去吧快去吧，我跟李老师还有事儿呢。李老师啊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了如果我赢了二蛋，学校就建在咱们村儿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骗人。你这孩子怎么死心眼儿呢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这希望小学建的榆树沟那是乡里面决定的，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？你王叔说话在村里面算数，可到乡里面那是乡长说话算数，到县里乡长说话都不算数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再跟我提比赛的事了啊。富生快回去吧，明天还得考数学呢，回去好好复习一下功课啊。回去吧。就把学校建在咱们村。你这孩子还有完没完了？啊？怎么跟你爹似的，一根筋？我告诉你啊，别再提比赛的事儿，再提我就揍你。我能赢二蛋。村长，哎，小刘啊，都装上了，哎，都装好了，那就一家一袋都分了吧。啊，不过只有40袋。40袋？对。那我就不用了，你也等下回吧。行啊，行，抓紧一点啊。好嘞，我要去乡里开会呢啊。好嘞。有本事你别跑！我骗人？
这村里还没人说我骗人呢。你看我怎么让你爹收拾你！你小兔崽子，你没完没了的，你还你。祖国那个家，人背着这个就是一个呀，都要个受了苦的人。我唱那个没完呀。你又来干什么？啊！哎，你又站在这干什么？我想和二蛋比赛，我能赢他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啊！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了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听不懂我的话呀？你说你这孩子就是豆腐掉到土堆里面，吹不得打不得的。我一定要和他比赛。我说你什么好啊，你真是我的祖宗啊，你呀、啊、我都服了你了。你不是要比赛吗？行，你跟他比了，你赢了，行了吧？拿着啊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孩子。拿着。我想跟二蛋比赛，我能赢他。二毛兄弟，我是你有才哥。二毛兄弟，你来干啥？我是来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咱俩有什么事儿好商量的？再说了，你这人定下什么事儿都会反悔，算了吧。哎，二毛兄弟，我是为孩子的事儿。我说有才哥，这学校盖到哪儿，乡里头已经定了，找我没什么用，回去吧。哎，赵二毛，你也太狂了你，连门都不让我进了，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为孩子的事儿，要是为我个人的事儿，我连你的门都不登。福生那孩子你不是不知道，啊？平时看他蔫了吧唧的，可性子倔。这不是说比赛吗？这孩子天天在那块锻炼，连鞋都租来了，可是说不比了。这孩子一时接受不了，他整天缠着我跟魔怔似的。我跑到哪儿他跟到哪儿。昨天我在炕上正睡觉呢，他站在炕边噼里啪啦的掉眼泪，我看着都心疼。这学校该盖在哪儿就盖在哪儿，啊，我不变卦。可是孩子要比赛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好，
我不求你。等等，秀英，炒凉菜。预备！等一等，富生，你又要干什么？这炮可是你说的啊，输了我就揍你。真行。